道人莉莉波克萨里山真美心。这一年的关键词是成长，吃的少，停住了嘴巴。比起去年，我最大的进步是坚持自己。坚持自己这个意思就是什么？就是比如说遇到困难的时候，特别特别累的时候，就是能坚持自己，而且能坚持自己不吃那么多，成为了变人的正能量。是的，因为我本来梦想想帮助世界吧，帮助宠物做慈善，然后现在就是可以给大家分享这个想法，然后带来大家跟我一样做。是的，所以这个就是最好的。是对我来说，捏捏发财美容子糖纸们蹦蹦的新款圣女圣女餐是我的接人和朋友。我最近在学习写字，写汉语字，但是现在没有，因为要花很多时间，所以没有写在上面。好了，爱我吗？哎，这个会吧？也跟他们说。